Hello, Pearl Girl， 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外面开始下雨了，嘿，外面开始梅雨季。不对，我在录的时候正好是梅雨季，正好是封面来雨。那我们要玩的就是 The Call 3。好，然后它后面那个字就不用特别去讲了。然后，嘿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。然后，我怎么讲？一直讲。然后，接着要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挑最上面，所以它其实就是。你可以跳到这个地方来做接轨动作，对，现在已经完全连接起来了，没错，完全连接起来了。好，这样子就过来了，哈哈哈。看到没有？就这样过来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要给我纸？这个纸是给什么？给心酸的吗？看到这个了，这个是另外一区的、啊、哦，所以我总共有两个区域，对不对？变成说我有两个区域要解，那我先把这个。上次有另外一个，这是我要先一样先弄起，谁记得啊？这边都没有，还是没有完全，所以每个区域都有谜要解的意思吗？我这边四处奔波的情况下，我还是要去找说之前这一区块到底有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那这一区块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边到底有什么？这边的确确确实实的不知道这边有什么东西啊。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每个符号代表的是其中一个含义。我现在走，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是跟它有关的，还是这个的？还要本来是长这样子，就像这个是六哦。我现在就是找每一个有可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因为这边应该也有一个谜要，也有一个数字才对。嗯，过来过来过来。重点是这边是空的。我再一次，他为什么有些地方是直接给你空的资讯，他不是给你？等一下哦，假如啦，我说假如，这地方是之前放丛林树苗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往这个地方放树的话，啊，我要尝试说在这边放树哦，这样的话，哦，这个看到这个了吗？这个是当时的情景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放。面对他，或者是面对，试试看这样子。有了，哇，是这个样子。你要透过上这边是一种时间，这是什么？时间轮回的概念，就是它有点像那个时间传送，它把你传送到这边之前的。传到这边就是因果轮回之后啊，那个之前玩那个 Silent Age 的时候就还蛮明显，不过这边还是没有写任何字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然后就回合，看到没有多？啊！吓我一跳！哦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吓死我！刚才啪一下，这边还有另外一区的，欸，我只能往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是另外一区的，
所以我们总共有六个要收集，我们有六个密码要收集的意思吗？靠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哎呦，等一下，你这边该不会是只是为了提供给我一个可以自杀的地点而已吧？不像49，其他区可以了。好的，要从这边自杀回去喽。啊！哎，我终于有。啊，所以这个地图本身是那个吗？还有好几个点，好几个点都代表着说，我可以去，我可以抵达的那个区域，就是目前有三个区域我已经到，还是说总共就只有三个，扣的就只有三个而已，超麻烦欸。至少唯一可以值得欣慰的是，我先找到这边这一附近的东西了。不过之后的还要找，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多很快就一瞬间找到了那个出处什么的？我是不是有些应该要先提前回去，然后让自己死亡，让自己先死光光这样子？有些应该在更前面，只是我没有很在意它。各位懂我在说什么吗？那么好的，我跑回来绿色密码区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智障的地方，就是我竟然把绿区最后一个地方记成，把它弄成一个 U， 搞屁哦！这样子的话，我去拿张纸好了。这边提供给我纸的话，那。这个地方应该，这个应该就会用猜的就好，我试试看用猜的。然后对，我忘记把它调回来变成英文的，我忘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试试看吧。其实它这样已经少很多了，你看，已经没有。现在要确定就是它有没有就是零，然后三、四、五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五哎，我把账单写起来。所以我现在要。弄了就是把剩下这几个东西弄出来，可是其实后续知道的东西已经很少了。像是你看，像我刚刚讲的，我现在只有零跟零三四这三个数字是没有解出来，其他都已经解出来了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说，其实我不懂为什么他给我五张。而且我现在这边有三个地方，我有三个地方是还没有解锁的。如果你硬要去用猜的话啦，其实这也不好猜。特别是当你发现说这两个数字还是，难道三跟四吗？难道是三跟四之类的吗？把零去掉的话，其实有很大几率就是只剩下三跟四啊。试试看好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说实在话，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它剩余的数字在哪里啊？我自己本身没有找到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橘色区的嘛，三跟四猜猜看吧，三四七九九，
三跟四，因为两个我根本就找不到啊。哈哈，它到底有几个颜色？六个吗？有点夸张啊！啊哦，哦，现在还有哪个区域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？就是他这边从就没有想过要给你要给你任何一张纸，他直接削掉我的纸了，他把我的纸削掉，除非里面有点，可是都没有啊。嘿，他没干掉。等一下，我如果有个东西要确认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边会显示等级，这边会显示等级，它在那个区里面会显示等级。问题是喵的，给了你等级之后没有任何屁用啊，你没有纸。找纸也是一门学问，所以这个是49874983。好了，这边我也拿获得了。所以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我就可以直接突破过去之类的？虽然我并不确定啊，可总该会有一些改变吧。像而且我说实在话，我也不觉得我这样子是正统玩法。回去比较原本的地方去看一下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回来了，还要再死一次才会到更前面的。这样我已经拿到三个了，拿到三个之后嘞。看回来了之后嘞，还有这个地方有什么吧？这边会有什么的吧？好嘞，这边开了，难道？哎呦，哎，嗨。不是应该可以进去之类的吗？不是被我看到了吗？你不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吗？那么好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照理讲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经过去的。就是你们应该还记得之前的时候，嘿，之前的时候，这个会有类似的那种机关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直接这样子走一走，跳一跳，然后就跳过去了。就这个地方问题是它不行，那我只好拆把地图拆了，然后看了一下，然后发现，然后顺便看了一下别人玩的部分，就是这一个区域他们是可以直接经过，可是我没办法，而且我连这个东西我连敲都敲不掉他们。哦，等一下，然后看一下我的那个挖掘减速，没有弄掉，哎，我的挖掘减速那里消失了，算了，所以我现在只好这样子。总之呢，现在我就是在旁边直接挖一条过来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挖不掉的，这怎么挖都挖不掉，嘿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子。那绿色的我还是不懂，我不懂绿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，
而且目前来看的话，这边的区域是还，其他区域看起来都还算正常，就只有那个地方不正常而已，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子破解。所以你们到时候看的时候，不要想说啊，怎么长得不一样啊？那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就是我想要继续玩下去，我只能够强制破掉那个地方。我先看一下这个区域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其他这些符号了，已经算被我暴力破解出来了。这个是七，然后这个是五，然后圆圈的话是一，这个是四，这个是六。六四五，六四一五七，六四一五七，好的，好了，这边弄好了，然后这个也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在说。目前这个不可能啊，这个意义真的很让人不清楚欸，我不懂这个地方到底，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说我要放在右边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就说以我这个方向看，它是在左边的中间，这样子看，这样子吗？有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？我很缺这一方面的这个解释。你看啊，哦，他这个外圈回来，他就变成说这个地方他一直有在绕。问题是我不知道他的绕是要绕什么样的思想感情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，超困惑。我好先放这样子，我只能先这样放着。然后这个地方就让他维持这样子吧，要不然我没办法。我这样的话，我反而是我玩不下去。现在只有四个了，估计拿到五个的时候应该就会完成。看现在这个地方，哦，黄色的应该有完成。对，简单来讲话就是那六个里面那六个我都要找到，而且我要找到那些东西。然后上面这个地方其实有分歧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地方有这个的分歧点，这个跟这个，这个应该是当时在弄的时候应该会有个地方是错误的吧？就是说你错了之后就直接从旁边开始，应该是，可是我不确定，所以之后可能要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还要另外找。这边应该是还有就是这个地方，应该是这三个区应该是有症结点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哦。不对，我要先去找地方死掉，先让自己死了再说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个样子吧。对，我觉得有历经太多波折什么的。不过目前来讲的话，右边的四，那边的四个就已经代表说我已经破了四个密码了，还是剩两个。哎，不对，这样我只差两个就过了。好了，那总之能够目前有这样的成绩，我觉得是可喜可贺了。可是变得说另外两个区域我还没有找到，就是真的是蛮麻烦。算了，就之后再看看情况吧。那今天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